是有问题吗？我还可以再作答。好，可以吗？好。哎呀啊！一二三。怎么了？我刚刚睡着了，好烦呀！睡吧，我就是需要抱着一个抱枕，我才睡得着。我觉得你需要，你先要找一个男人吧。你要干嘛？睡着。你让我睡吧。好啊，你睡吧。小星星，小星星。哎，我知道你快生日了，噔噔，就送你的。重点是，我也有一个。那我要你这个，好吧？没有，我就知道你这样子。我帮你戴，你帮我戴。哎呦，好甜蜜哦！一起一起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求求你了，都是你煮的吗？我准备给你的啊，真的啊啊！你也对我太好了吧？刚才你说你饿吗？是谁刚在那里好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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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嗯，有闺蜜真好。嗯哼，饿的时候就弄东西给你吃。对呀，我们是闺蜜。